大家，今天星期三，我下课啦。天气很好，所以站在公车站等公车的时候顺便晒太阳。待会带你们去参观教堂。今天呢，就是不停的在等公车跟转公车。我等转了，回来的时候转了三次公车，然后我以为我后来搭的那一班公车会停在我住的附近 ，Google 上也是这样显示的。啊，不知道什么，它就是没有行驶在我的道路上面。所以我只好在随便一站下车啊，因为它已经越开越远了，所以我等一下又要再走20分钟才能回到家。现在晚上要7点了，太阳还没下山。好吧，反正都没事，跟你们介绍一下啦。这里啊，走在路上，这里其实没有很多，有些地方就超多。你走在路上就会，看到很多仙人掌，但这里的仙人掌是人工种植的，不是自然，就是适合它生长的地方。你看，像这样，走在路上就是仙人掌，所以他们都会有仙人掌的一些制品啊，像酒啊、醋啊，或者是果酱，也是一个伴手礼的选择之一哦。大家下午好，今天礼拜四，待会呢我要来做肥宅套餐。我的肥宅套餐完成啦，就是韩韩特翅牛肉吉士堡，但是没有双层，因为双层肉对来说太多了，所以就是起司两种加两片，太棒了。那现在是5点，所以这大概就会是我今天的晚餐。晚上室友们说要去外面聚聚，所以晚上要去酒吧喝酒聊天，先这样啦，拜拜。